你讲咧？林森北路、中山北路，不是那个林森北路跟那个长安东路，那边有一个叫林森礼拜堂。15秒，好行，咱较紧的，咱行较紧的啦，快马加鞭，你有啦。一二，快点，较紧的，脚较紧，手袂紧，嘛是到位啊。好算的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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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伊就是拢拖，拢礼拜时啊拖去做做礼拜，哈。嗯。啊，就甲迄个师母介绍我甲师母拢熟识。哦，袂歹袂歹，哎呀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人爱较慷慨。哎，较慷慨才会使啦，无一毛不拔，无人要收伊啦。哦，袂歹，还无当食。我要吃那个，来，这坐较凉。凉凉，哦，遐凉遐凉好，坐遮，我坐单。啦，哦，坐里面也可以，凉快啊，我坐来这好。哒啦滴哒哒，哒哒滴哒哒。好，坐真好，要坐物件紧。来，我来吃一下面，他来，来，你讲要吃啥？他的玉米浓汤好喝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你看你，好喝就来200人。OK， 我要吃一个。麻酱干面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。还有一个黑芝麻干面，它有两种，看你喜欢吃哪一种。两个都不错。黑芝麻还有。给你吃吃看，还有一个麻酱，还有黑芝麻的。啊、那我要麻酱。好，你麻酱。嗯。啊，我吃黑芝麻看看。哦，好。你刚看我这边有吃，袂歹吃。嗯。啾啾啾啾。还有青菜吗？青菜有，烫青菜一个。嗯，对。这个一个 OK， 然后呢我看你还要想不想吃锅贴，锅贴也蛮好吃，它有个咖喱锅贴蛮好吃的。那、你呢，你要不要吃？我们点个点几个，你食量会不会很大？食量很大我就点多一点。还好，要不然给他招牌来5个，哎，我看来5个，然后这个咖喱的话来6个，试试看，11个，先这样不够再来点。够了，你男生要吃多点。哦，我唔敢食了贵头多。为什么？其实过多都是浪费在消耗你身体。我讲你哦。还好啦，你还有本钱。哎呦！当哩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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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啦啦啦啦啦！哇嘞！啊，佐料嘞遐，爱家己切。高雄那个大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另外，阿哩挑起，他那个是本来早就可以察觉的，他这是人祸。我看到那个一种哈。对，一个专家，没错，一个专家就解决了。他说在黄金的4个钟头之内找不到那个源头，不可能。对。所以说你看，他有很多人就5点多就有闻到，对对，还有8点多的话，对，就有人真正闻到很浓的一个哇。好 ，OK， 好。其他都没有了。对。OK。那你要换面还是要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来这6个试试看。哦。好。OK， 好吃再继续叫。好。高雄那个真的好可怜哦，好可怜。我为什么讲说我们信耶稣有好处？你想想看，那些
不是信耶稣，他一定会想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们家的风水不好啦？是不是我们怎么样啦？什么哎我，那台湾人就爱讲哎我，啊看拖有诶无诶，啊这无我都会代替。你那个时间刚好就在那边，他又刚好气爆，有的人就可以躲得过，有人躲不过啊。对对对，那你假设像我们基督教比较顺服，该我发声是我就认了嘛。我也不会讲说是祖先什么回事啊，或者这边因果怎么样，不会去讲那些有的没有。坦白讲哈，我也不会。对。因为话再说回来，有的去正面。对对对。从来。那、啊、你想想看，你看我讲的论调那个逻辑就好。一个呢是不会有这些砍刀汤砍刀塞，他是愿意顺服啊。我们家人死的，我就逆来顺受嘛，处理完对不对？他们家从此没有什么后遗症。可是你想想看，那些相信其他杂七杂八的因果的，相信风水，后遗症很严重。第一个，有些人看魂呐、啊，瓦婆龟啊，是呀、啊，啊冤魂呐、啊，啊你怎么办？然后他越是这样，越有人有机可乘，趁机骗财。嗯。啊，你哪卖凶心头啊？无代志。其实哈。哦，这好喝，来，那来摕餐具。啊，佐料你要家己摕啊，是我家己用。好，你帮我。哦，我帮你弄一个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有没有吃蒜头啦？哦，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我是怕你吃的太那个有那个重口味。来一点点醋。哒哒，那再加点麻油，麻油油呢？油不麻油？大家。香油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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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，这个给你，对啦，嗯，啊，这汤匙给你，嗯，哦，换我的，电视新闻台，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 ，Thank you。嗯，还有刺鼻的气体，哇嘞，真的不容易。后续要个五哎，因为要个足水要被丢掉。嗯。哎，还没有脱离险境。那两个没有。找不到。啊，还有那两个检销那个一个什么？找不到小队长啊，一个是什么？主秘。主秘。他被丢掉。中午我有看新闻，但是还没找到。还没找到。哎，人都已经炸碎掉了。哎呀，好可怜哦。嗯。应该。啊，趁热喝，好喝。好，是啊。嗯，趁热喝，好喝。嗯，很不错啊。对啊，都不贵，这间家哈，很经济实惠。这多少？玉米浓汤的25块。你不知道？我们拢家己煲拢好康的，我拢就死过啊。你广告那边拢30块以上，35块安尼。25块吼，价钱大哇。系啊，啊个好食。嗯，够好食。蛮划算的。嗯。够好算的。噔噔噔噔。三多商家预警。对，你看。啊，袂啊，水流带了看穿啊。好可怜啊、哦。嗯，对吧？他们就讲啊，希望那些人的牺牲哦，不要再有以后的人牺牲。当然了、哦，嗯、哦。你讲的没错啊，
四个多钟头还查不出东西来，那该关就要关掉了。就是一个好像那个是香港还是一个专家，他说哈，他说那个房间的四个钟头找不到的话哈，对，就有问题，哎，就有问题。他说不可能。对啊，就有问题。这推来推去没用啊，这个政府就是这样，你推什么推啊，赶快解决嘛，推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解决的最重要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高雄市政府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，因为五点多就是对呀、啊、因为的市民在抗议了，已经打了。好，哦，好，谢谢啊，帅哥。记嘉奖。在记小工，好吃，是很好吃，试试看，真的好吃。啊，所以说哈，那个人家早就有闻到那个臭味了。五点多就有人打119那个报。对呀、啊，可是他们就找不到来怎么处理呀、啊，他不懂。已经有人在闻到那个浓浓的味道，人家又提的，啊，他还是那个，还是只是说，洒水了，就那个里长有没有，也走掉的，他说从8点多他就有味道说啊，那边已经闻到一个很浓的味道，啊，又去卖包，冒那个白烟，对，啊，然后的打电话的，对啊，他直接的公诶的，就是，那个。报案说，啊，已经安置好了，安心睡觉，回家睡觉。对啊。好多人都是的。对啊。好可怜。对啊。去遛个狗就死掉了。政府刚才说啊，再放烟火了，再把钱拿去放烟火，看他敢不敢。钱都花在那种邀功，然后呢讨好这些财团啊，讨好这些贵族啊，都弄这样子。真正很重要的，你看没去做，出来了，问题就来了。不错哈、哦，那味道还 OK 哈、哦。